自己画画一个自画像，他说他自己就像是一个乞丐一样，开画展卖画，就是乞丐跟人家要钱，所以他就做一个起司图，大学居士自写起司图，然后他就拿一个钵，拿一个竹杖这样子。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他人物画哈，人物画看他画的眉毛，看画的胡须，看画他的头发，甚至感觉很柔软、很真实哈、哦。那个就是几笔很细的线，然后给他组合起来，就感觉那种柔软的感觉。还有我看到他那个眼神炯炯有神。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说他的衣纹。哦、那一样的，它对敦煌的影响，就是那种淡墨在浓墨在勾的一样、哦、然后呢，我再看看他所画的手指头，那就像说，哎，他刚还没有去敦煌之前，那个手指头就是手的，就是像那个像橡皮糖一样，就是没有指节的。那他去敦煌又开始很注重画这个指节，所以他这里一看就出来了啊。所以说，我们看人物画呢，就看这个，就看开眼。就是看脸，他画的生不生动。第二个呢，看他的手，是把那个手有点有肉感，可、就是有点皮的感觉，又有肉又有皮的感觉画出来。然后第三个就看他的衣纹，我看他的衣纹画的是不是有符合那种衣褶的那种人体工学的那种衣褶的样子，他画的有没有亮？确实呢，这幅画呢就把一个不是乞丐，然后相貌堂堂的乞丐呢，就把它画了出来。我想说，这不是乞食啊，对不对？这么健康，对，这么健康。